在我们农村有一道用黄豆做的传统美食，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被小日本给弄去了，说是他们的传统美食。真想送他们三个字，在我们农村每到深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会用黄豆做这种美食，家里90岁的老人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先准备大概2斤左右的黄豆，给它放进大盆中。我们的黄豆尽量提前给它挑选一下，把里面发霉的或者是变质的都给它挑选出来，不然做出来的豆子吃起来会发苦，而且多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好处。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没过黄豆的清水，用清水把豆子给它浸泡一下，浸泡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一直把黄豆给它泡至像我们视频中这样用手轻轻的能够碾开就可以了。泡好的黄豆我们给它清洗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豆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的，里面有很多的灰尘，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多换几次清水，一直洗至水完全变清为止。洗干净的黄豆我们给它捞出来，先放在一边控水备用。控好水的黄豆我们给它放进锅中，然后在锅中再加入清水，我们把黄豆给它煮一下。大家记住，煮黄豆的时候尽量用锅去煮，不要用电饭煲或者是高压锅去打，那样的话黄豆会特别的烂，发酵的时候不容易发酵，而且吃起来呢还没有口感。大概煮4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黄豆煮至像我们视频中这样用手轻轻的能够碾烂，就说明熟了。然后煮好的黄豆我们给它捞出来，给它放进另外一个大盆中，把黄豆给它晾至不烫手的状态。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盆，然后在盆中我们再倒入刚烧开的开水，我们把盆给它烫一下，这样能够去除上面残留的油脂和杂菌，这样做出来豆子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烫好以后把水倒出来，把我们放凉的黄豆给它放进这个大盆中，并且我们用铲子把黄豆给它摊平，并且给它压得紧实一些，然后我们再盖上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给它发酵2天2夜的时间。我们再准备一根大葱白，给它斜刀切成片，切好以后备用。再准备适量的红皮花椒，这个一定来一点，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再准备2小段的桂皮，2片香叶，再准备多一点的八角。锅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清水，把我们准备好的各种大料全部都给它倒进锅中，然后我们再开小火慢慢的煮，把锅中的水给它烧开，烧开以后再煮2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到了以后关火晾凉备用。大碗中放入一个密点的漏勺，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剁椒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出里面的汁水，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很咸。放凉以后的大料水我们把里面的残渣也给它过滤出来，这个是我们发酵了2天2夜的豆子，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菌丝已经长得特别的多，用筷子可以多搅拌一会儿，这样菌丝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越来越粘稠。我们在做这个豆子的时候一定要放入点高度白酒，不仅保存的时间更长，而且吃起来会更香。再加入一勺食盐，再加入一勺鸡精，再来一大勺的五香粉或者13香都可以，剁椒也给它放进大盆中，然后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我们给它搅拌化开，把剁椒和黄豆充分的给它搅拌至融合在一起，我们提前煮好的料水也给它倒进来，2斤的豆子倒入大概1.5斤的水就行了，然后我们再次给它搅拌均匀。我们这个时候做好的豆子呢也可以直接就吃，也可以像我这样，然后准备一个能够密封的罐子，把罐子口打开，然后把我们做好的豆子全部都给它装进这个罐子的里面，豆子放进来以后我们再盖上盖子密封紧，放在一边给它发酵个3到5天的时间，这样吃起来会臭味十足。我们这样做的豆子虽然闻着是臭的，但是吃起来就特别的香，不仅是拌饭或者是夹馒头都是嘎嘎的香。如果你没事的话赶紧做起来，不能让我们的传统美食成为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大家喜欢视频帮我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谢谢大家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